三个人爬楼梯。哇，被 K 了，我人头。直接射逼一点就可以了。神魂出窍，全员集结作战。我们直接拉来前面按二技能就行了。对呀 ，nice， 这次佛朗机很强哎，八个人头了，不错啊，有 S， 背后有这个什么东西耶？nice， 先把人杀死了，不然他的狂战士会一直开这个三号技能。哇，飘死一个人。这刀盾是不是要跳？直接开一个二号，拜拜。打凶一点啊，走啊，上去了。我们要去到这个楼上的地方，跟着我们的魔导走。准备阵型。全员列阵，集结作战。全员列阵。到底为什么没有队友啊？进攻。自由攻击！来了队瓦兰奇，二号，把他拉去后面。五号、一号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！再拉来前面。我们再踩了，我们再踩了。二号，啊，哦，五号，你，进江山也没有用啊。好，拉来前面直接按一号了，我的佛朗机。GG。哇，这个帅啊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真的乱。所以斩将能力真的很重要。打架打中甲，他们追不到我的。这长枪现在的这个技能太 OP 了。GG， 这场打得不错啊，我们。我竟然是 MVP 耶！我到底做了什么可以拿 MVP？ 黑轮峡湾防守 ，Nice。我们拿一个床弩，这个床弩我们可以架在里面，有一个帐篷里面可以架在里面，很阴险的。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前排还蛮多的哎，对面。等下我们用三移技能，他们上来了。好，进中平推三一，拉进去。哎，我没有按到E啊，算了。拉去补给，补给好，就这样。其实刚才有点失误啊，我三一没有按出来。他们好像用了两个投石来炸我的床弩，但是没有炸到。好赚哦，这个床弩。哦，弹药不足了，没了。你要炸是不是？你看还可以骗到一个人头，杀他杀他！迅猛前进。GG。